所以需要准备的东西，酒精、棉棒，还有透明胶带、灭硫方。找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能够机械设备保护进片的一个位置，然后用那个方法来做的。拿的时候要拿住边缘这个地方，边缘这边，先把它放掉。这个拿出来之后要把它粘住，这个地方路口的那个地方，就是粘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取出来之后，用棉棒擦一下，往一个方向擦，不要来回擦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放回去，就取一个，然后把它放回去。然后再把这个胶带拿下来，再把它放上去，再把这个地方放进去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